世界金融集团张海玲 MBA 财务安全顾问，加拿大人寿刘进 MBA 理财顾问，皇家地产张学泰博士、蔡霞博士团队支持的二胡零基础公益教学活动。加拿大华人志愿服务中心是2015年注册成立的一个非盈利公益组织，成立至今，特别是在这次的防疫抗疫活动中，做了大量的助人的工作。在此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志愿者的辛勤付出，也欢迎和希望更多热心公益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志愿者团队。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的邀请到了华海中老师来为我们做公益二胡零基础讲座活动。二胡呢，在当今来说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中国民族乐器，二泉映月、赛马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二胡名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华海中老师来为我们做今天的二胡零基础公益讲座，有请华老师。好，那谢谢，能听见吗？各位老师，能听见，就是声音小一些。这没办法的，这可以吗？就这样吧，那只能这样了。如果逃不了，就这样，不耽误时间。是能这样的。你的二胡我看到了，你的二胡咱那音高不对呀。就是，你能不能定了？你身边有钢琴没有？或者电子琴，那个黄老师，对，你的二胡，你对一下弦，能听见吗？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可以听到。你的二胡的音高和我的二胡的音高不对。是不是这别人不能说话呀？是这意思吗？关了，给他开，给他开开，再开一下，给你开一下。可以，咱们互动呗。开一下，看看，互动也行。声音不是互动开开。您听见？可以互动开开也行。这能听见。对，但不是我，我是静的音的，有一个人调的，不是我。你这二胡的音高不对呀。不是，我是静的音的，你不可能听到，你听到的不是我。但是我是听到你说话了，这会儿。现在我开了，刚才是静的音的，刚才确实是有一个人在那调音，有一个，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刚才在那调音。你拿的不是二胡吗？我拿的，但是我刚才静的音我没调，没，你不可能听到的。那个黄老师是不是要把大家都开开，大家互动，是不是打开打开一下，都打开？应该是这样的，应该你比如说你手里边的二胡，你先把空弦我拿一下，我听一下音高和我。行，打开打开，可以打开了，那个啥，大家注意静音就行了啊。大家可以打开一下。拿你的外弦。应该都可以打开了吧？现在你大家都可以打开。你可能离话筒远了吧，我听不见。还可以，你原来是不是拿过二胡啊？对呀，我在学呀。是吧？你这个是算这本书你有吗？有。有，你能不能按照这书往你拿一点，我听听啊？我这书从来没拿过。拿个最简单的，你感觉你挺熟的。这个字也有点小啊。对。看也看不清楚。我就随便这样打一个出来了。行。我真的看不熟，我还不知道。就那个，就是六码吧。你来吧。
我就这点水平。不是你，你原来是确实亮过，还是不错的。说实话的，你这二胡你还真是真亮的。这个赛马是四级上的曲目，还这不太好拿。我刚考了两级，二级。二级。我刚考了二级，去年十月份考的。但是这个是四级。我现在是三级，但在这里是三级。我接下来考三级，我应该考这个。哦，你们那还这个设置的是三级上的曲目？对，它是按照这个。嗯嗯，是中央音乐学院海内外考级曲目海外版。嗯嗯嗯，根据这个是赛马是第三级。嗯嗯，啊，去年考了是第二级。哦，你原来你是跟着谁学的？我跟那个多伦多中乐团学。中乐团的。对。你这你还是有基础的，拿的还是可以的。一点点，一点点。嗯，不错不错。初次你上一次考级的是二级的曲目，你是二你拿的什么呀？是小花鼓。小花鼓，你能还能记得记不记不住？忘了。是不是？好像是吧。哎就那样的，大概是忘了忘了，好久不拉忘了。对，你这个二胡啊，你得经常去练，你不练谁也不行，你必须天天的拿着时间去练的。对，我们就没时间嘛。对对对对对，那你这个赛马能拉完拉不完呢？我赛马能拉降速，就刚才那个速度。嗯，能，但那个速度不够。我那老师说你那个速度不行，你往上提，至少提到110。我现在是只能拉到90，你至少提到110才可以去考试。对，你的速度是慢，但是呢，你能从头到尾能拉下来完拉不下来？能拉得下来，但是就是有那里有几个转手的换把的地方换不准。就有两个换把的地方换不准，还有最后那个，最后那个，当滴人当，拉咪哆拉，咪拉哆哩，就那种那种，拉咪哆拉，那个咪老是下不了。拉咪哆拉，咪拉哆拉。拉咪哆拉咪。哦，不是米拉嗦咪哦。啊，最后一句是的。对，就是那个。对，这个。赛马确实你想拿好的话比较难，但是刚才那个第三集里面赛马是最容易的一首曲子了。你的三集当中应该还有一个良宵，你拿过没有？良宵是赛马里面三集里面良宵，然后我老师说你准备两首良宵和赛马，良宵更难，因为那个后面那个他掉到下面三把的那个手根本就拿不准。对对，但还是赛马好一点，而且良宵有很多很细腻的地方的，你根本滑不过去。嗯，是的。你这个没有怎么说呢，没有这个捷径可以走，你只能多练，把谱子拿好了，拉弓推弓分弓连弓，把这个基本的东西弄好之后，你只有去锻炼。对，这不您教什么我就跟您学啊，从头开始学都可以。嗯，你如果我要现在是如果学的比较多的话，我只能从零基础开始走。可以啊，我也参加零工，可以啊，怎么用功，你只能从这个地方来。对，当然你的，我们有很多，我有很多坏习惯嘛，因为我也是网上学的，所以有很多坏习惯，我慢慢可以练回来。我不在乎，从零开始学。你这个，我看我因为是视频嘛，咱们是面对面，我能观察出来，但是看不那么清楚。总体来说，你的用功还是不错的，你的用功还比较平，但是不是太直。说实话的，我现在看你什么呢？你二胡啊，它。说白了，他的五二六是弓子，你的弓子必须得平，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得直。你看，
只是你拿外弦的时间呢，必须贴近筒子，那个弓毛贴近筒子，不要是直的，你还稍微有点偏斜。你尽量是把弓子啊，一个是平，一个不能斜，知道了吧？这个它受力不均衡的话，它出来的声音是发虚的，不纯的。你这个弓子这一关非常重要，这是第一。第二，我看你的碗子弓也是不错的，这个也是不错的，这个还是可以的，这个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左手按弦这个我看得不太清楚，弦不是不好，我那个老师就说我不好，那个按弦不好，我看不清楚。还行吧，还行，按弦很紧张。我经常是这样用指肚去按，而不是用指尖按，我老用指肚按。我跟你说，指肚其实是对的，不是指尖。我跟你说啊，如果你用按的指尖去按弦的话，这样的话切出面子小了，你发出的声摁准之后发的声音确实很灵，但是呢它没有那种圆润的感觉。但是你如果你用这些地方去摁，接触面积大的啊，虽然声音有圆润的感觉了，但是它声音发闷了，不太灵了。你就是用这个支度，那个说是支尖不是支尖，但支尖下边一点。对对对，也就是说即使有肌肉，但是肌肉也不太丰满的地方去吐弦，这是对的。可以，我看着刚才在下面有上来一个。你看看别的人嘛，那么多人在那等着，你别浪费时间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没看到别的，我们有吗？有啊，有很多人。我没看到啊。现在我们已经有26个人了。你没看那个26个人呢？现在？现在已经26个了啊。对啊，你看一下，我想就是给你指导，让大家看看，那是一样嘛，跟你给黄老师指导，你大家一个学习嘛。不是，主要是黄老师他是有一定基础的。对，你这都有一定基础了呀，你这就有。我们要学是从零基础。零基础，我说那个。对，您就按零基础。黄老师啊，就是零基础，我们现在就零基础开始。零基础教。你这样吧。第一个想学二胡的，首先两点：第一，必须你得有琴，得有二胡；第二，你必须得有一本专业的教材，就这本书是挺好的，不知道那个地方能不能买到。就这个，二胡基础练习300首，这个。二胡基础练习300首。赵寒阳的。对，王国同老师和赵寒阳老师的。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所以这两点是必须的。第一，你得有二胡；第二，你得有教材。完了之后，我们就跟着这个上面的教材呢，从第一章节第一条开始，都是空弦练习。你看，这全部是空弦练习，就这个。你看看，这是第一条，不知道能不能看见。花老师，我有教材，您只要告诉我每一个星期要第几页，我可以把它复印了在网上发给大家。对，你现在大家去买的话，现在我很花时间，也不一定马上买。发到微信群里边，发到微信群里边。那您告诉我拿几页几页，我有教材，然后我印一下就 PDF 发到微信群里。可以，对对对，好吧。
你现在是或者照个照相也行，照一下。对，而且有一点照相，对。对。零基础的话，你只能从第一条开始，从空弦开始练习。空弦，你有时候你能看得见吗？嗦、拉、弓，拉弓的符号和推弓的符号，你这个都知道吧？最好要您就从头开始讲，就非常系统的按照书本一节一节往下讲就可以了，因为你这是零基础嘛，所以你要想，所以大家的那个这个水平都是参差不齐的，但你这个班开班的初衷就是零基础，那您就按照零基础一点点往下走就完了嘛。我给你们马上发过来啊，你这样吧，第一页第二页。现在是没办法的，都是我在。我把第一页发过来。对，发过来吧，大家就可以看着，对照微信群里边可以看一下。我马上给你发过来啊！我先发第一、第二、第三页。那你就发第一页。是这个零基础吗？应该是黄老师啊，不是那个华老师啊，就是说您最起码刚开始要讲一讲这个二胡。什么这是弦，什么这是什么，怎么把，怎么手在什么位置，这个把怎么拿，大家都不知道，你知道吧，就是零基础，我们都是小白，一张白纸，啥都不会的。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你这样吧，咱先说二胡做的怎么去做。对，你的坐姿什么都在讲。对，你这个凳子高低是你自己来控，能把握住之后，凳子不要过于太高，但是也不能太低，适中都行。完了之后呢，凳子一定要坐到凳子的前半部分，别坐到凳子的后半部分。之后呢，坐好之后，两个腿平行的放到前边，中间的距离不要太宽。这个可能给大家示范不了，中间的距离不要太宽，但是也不要太紧，就是大大方方的往那一坐。二胡呢是正好卡在就是大腿的根部，稍微往外倾斜一点，就这样往这一放。先拿空弦，这个二胡那个霍老师啊。你把你那个你那个摄像头啊，你那个手机，你是手机吧，手机你给它转一个方向，你停一下，因为你现在看不到下边，现在你或者你离它远一点，看不到下边，这可以吧，稍微远一点啊，对，大家能看到二胡啊，什么啊，对，可以可以的，对，这二胡是两根弦，里弦是哆，外弦是嗦，就是空弦啊，里弦是哆，外弦是嗦，它是个五度关系。那么里外，我们先开始练呢，只能先开始练外弦嗦，叫里弦空弦是哆。怎么去练呢？书本上有，就是第一条就是开始练空弦，什么是拉，它是推弓。那谱子上都谱面上都写，拉弓是拉出来的，大大方方拉出来，弓，所以我现在先练外弦，那个拉弓推弓的符号，你的谱子现在发给大家了没有？发了哈。发到微信群里面了，发到微信群里面了。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华老师那个声音低啊，是他现在为了突出这个拿着二胡的效果，音响效果，他就是用那个就说出来，他那个声音要低一点，他把那个就为了就是把他通过那个手机接入那个接入这个Zoom里边了以后呢，他这个。就是说，二胡这个音响声音大一点，他说话声音大家听着，大家反正就静心听都行了。他是发出声音是他自己说这话的声音是很低的，大家了解这个情况就行了。现在只有多练空弦，你看，这个速度走得越慢越好。拉弓推弓的速度越慢越好，不要太快，
另外是弓子出来的声音保持一致，不要是这个样子的，这不行，必须保持一致，保持这一个声音。完了之后换弓，换弓的时间稍微慢一点，哎，我看一下这个谁，这位老师也拿上二胡了，你先。好，可以，你练过，可以练过。也没练过什么。你就这样先练慢弦，先练慢的，先练外弦，完了之后练内弦。先练外弦。哎，你练过？你拿过什么曲子没有？不行不行，从头来。拿过吧。从头来，从头来。哎，这个刚才他发到谱的，你看到了吧？我看到了。看到了。你就按照，你看，你就按照，你看第一。第一小节，第一个小节的嗦上边有一个那叫什么什么符号呢？这个是拉弓的意思。第二个嗦上边那个发是推弓的意思。下边这个是。这个一，对呀、啊，对，这个就是拉弓的意思。这个是拉弓，这个是推弓。对对对对，这个第一个嗦是拉两拍子，它一共是四个拍子，你看。二，哎，看不见，这字儿太小，字儿太小了，字啊，就是这个字啊，有点看不太清楚。什么曲子？严格的按照这上面拉弓。王老师发到什么群了？给二胡群。还有个二胡，没在里头。你怎么会没在里头？你在里头啊？你们不在二胡群了，你们可以扫码啊，有些地方可以扫码进来。我怎么没有二胡群呢？我把你拉进来上，快一点。哦，你把我拉进来。对，看这点儿。二胡群你们可以扫码进来，我发一下，这一分钟大家可以扫码。横过来呀，横过来。可以扫码进来，大家可以扫这个码进来。我拉你进来了，牛嫂。哦，我进来啊、嗯，好嘞，我看到了。你截屏，截屏了以后你可以自己扫码进来就行了。我再把乐谱再发一下。对，把你的啊，在咱们扫码进来以后，小赵你们等一下，咱们扫码进来。不在二胡群的可以扫这个码进来，进到群里边，发一下那个学习资料，黄老师发一下学习资料。你到我那个在给你们强力推荐一个特别好用的二胡调音器。强力推荐，我用了很多，这个最大的。好了，大家扫了，都截屏了吧？截屏了以后，我都撤了啊。撤吧。你手机上都可以下载一个二胡调音器啊。对呀、啊，那个调音器特别好用。对，因为我每次上课的时间，二胡必须的，它的音高必须的是一样的。你都必须得对和那个二胡效音器上的音高是一样，你得对把弦对准之后才能开始练。
里边有，我听音的里边有。何老师动作快。我拼命发的。我说的 OK， 我这边还没发，我看您都发完了。这还是那个 technique 还是技术好啊，高技术好。都看到了吗？第一面，第一条。嗯，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我看到了。咱就先从第一条开始吧。哎，女爷，你还拿狼二胡来了？啊，我早多少年而且买的玩具二胡。哎，我是大概二十岁的时候，还那时候在文学团队嘛，跟别人拿个二胡，现在都多少年了，忘了，不知道怎么拿了。教一下那个弓怎么拿呀？你像拿筷子一样拿。啊，像拿筷子一样拿。对。但是那个手腕要动哈，要动，一定要动。腕一定要动，腕不动一定要脱皮了。看到了吧，第一条，来，咱们试一下，预备开始。它是这样的啊，第一个音符是二分音符，你拿两拍子，第二个推弓，二分音符拿成两拍子，一共加到一块，这一小节是四拍子。那么到第二小节呢是拉推，这个拉呢，这个发后边有一条线，这也是个二分音符，又是拿上两拍子，所以前面是拉推拉，这个拉是两拍子。那么第三小节呢是推拉推拉推拉推，这是正好到这个地方够一句，所以咱们就先练这四小节。拉推弓搞明白，你看，这个应该没问题吧？不过你应该有基础的。但是吧，我老师，我觉得每个人控制的这个拍节的时值吧，它不一样，所以我建议老师，如果说能喊一下，大伙就能拉齐。比如说骚二骚二，你这样大伙就能拉齐了，因为这个脑袋里想的这两拍吧，人和人之间都有差异的，他就不一定能，那就乱套了。所以您老师给统一一下，骚二骚二，这两拍就完了。下一小节骚骚骚二，这样式就能好一点，我觉得是，这样能齐。你现在是我看我就现在就只能看到你们两个手里边拿着油琴呢，我其他我都看不到。他们没开视频。对，我在看也拿吧。那个。对，展台。看到你们两个。三个人。三个。那个我也没看到。花姑娘拿了吗？花姑娘还没有。花姑娘，二三，准备，咱们都先开始啊！我给你锁着拍子啊，这个速度咱稍微慢一些啊！准备，一二三四，走二，啊，拉二。这个速度是不是还有点快了呀？是，反正速度没统一。速度统一不？您先示范一遍，我们就有数了。你看，这是拉弓啊，拉就是
扫推，不两拍子吗？一小节两拍子，拉推拉二，推拉推拉推拉推，到这个地方够一句。你看，扫二推二，扫三扫。试一下，你速这个速度你可以自己起啊，你快了都快了，慢了都慢了，你自己先拿一下。谢谢，好，很好，很好，很好。这样，这音速度是你个人起的，你说快都快，说慢都慢的，它只要是均衡的都可以。不错，那你能拿一下我听听吗？你这不过没有起，你的赛马都可以拿了。拉什么？啊，不拿。我刚才不是拿过了吗？他拿的挺好，他拿的挺好。哎，没声了。没声音了。没声音，我听到。正义，你看着手也知道啊。对，看着手应该是可以的。对呀、啊，你看着手也知道。啊，这一条当中一共有三段，那么第一段呢，你看那个反复记号那个，到正好到这是一段。你会拿了第一句，那么第二句，到的反复记号的地方，应该都没问题的，因为是拉弓、推弓，你只要知道。每一个音符后边有一条线是拿两拍子，这个线叫增时线，就是增加时值的意思，增加一拍子。所以你只要看到每一个音符后边多了一条线，其实就是多了一拍子。那么后边没有线的，是单纯的四分音符，一个音符一拍子。所以我给大家把第一段你示范一下啊，从头你再看。这是第一段，能听得见吗？能听见。你们两个这应该是没问题的，拉弓推弓拉多长你们都知道，应该没问题。啊，这还可以。嗯，这还可以。波波是吧 ？OK 你们两个都不是小白，你两个都是有一定基础的。你来，尤桑，你来，我不行，我肯定不行，我准备退出了，不行，我一看，来。刘嫂问一个问题啊，我是上次跟他们两位小白过的。刘嫂还可能是刘家豪。你的二胡。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那个我上面挺好的，不同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有的那个对，那个谱看不懂，那个谱上面那个像重音符号一样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推呀、拉呀，刚才老师讲的我明白一点，就是哪个是推，哪个是拉，但是不明白那个没有讲，老讲那个符号不懂，看谱子也看不明白，所以。我拿个东西我给你写出来。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小白，你俩不是真正的小白，你俩是冒牌的小白。没有。华老师教大学生的，他已经好久不教这种，他来的学生都是考进来的，怎么会一点都不懂是吧？他的学生都是有一定基础，他要再去给指导啊什么的。没有，他是考来的学生都是考进去的学生。啊，是。是免试入学的。啊、对。
您叫，我看您叫王温德。温德黄黄黄温德黄。对。王老师教在咱们群里教那个星期三晚上七点半那个教那个单人交谊舞的。对。你看一下。啊，单人交谊舞，老师。这个是拉弓的意思。啊，我看过了。我跟过两回。啊，我跟过两次。能看见吗？能看见，看得到。这个是，还没看到呢，老师。这个老师再看一下，哎，照一下老师呗，没看到老师。把老师定上，双击老师的图片就行啊。看见了吗？就是像个小房子一样的，是拉弓。拉弓，这样是拉，这样是推，这个是推弓。倒三角是推弓。对。看到了，看到了，谢谢，谢谢。拉弓。推弓，可以把它拍个图片，可以，可以。谢谢老师。现在你就多练这个拉弓推弓，你看，弓子从头到尾的，你看。尽可能把它拿，把弓子拿满。怎么还按照谱子来吧？我就看到你们两位。有很多人可能他没有开录像，因为也没有二胡，就是头一次先跟着学听一听。老师，拉弓要拉多长时间？推弓要推多长时间？这个，你看你看你谱子上的谱。每一个音符还有个速度的问题，你比方一个扫把，你可以给它拉成两拍子，也可以拉成四拍子，也可能拉成六拍子，可能拉成八拍子，这个是根据个人的速度来决定。你比方拉弓，你看，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都可以的，你推也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根据你个人的速度，这个。每一个曲子当中的速度不一样。好的，谢谢。嗯。你把第一条拿下来，那你们两个人把第一条拿下来吧。你先拿一下，我先看看。这个连续不了，因为这个屏幕显示吧，就显示一半，然后还得往那挪一下才能接着拉。哦，知道了，知道了。嗯。发挥我把那个音乐谱早点发，你们可以打出来。对对对，可以打。早点发。没关系，咱们今天是第一次嘛。对。可以，不错，可以。所以这个速度是你个人起的，你要输入说快都快，说慢都慢，你这个速度可以，不错。第二条了，不是第二段你能拿吧？没问题吧？波波的。第二，什么叫第二段啊？就是写个二这个。哎，从二开始。对，不是写了二，这是第二段。我只能从。这个二我就能拿到这个三了，从二来这儿吧，前面就完看不见就得挪了。嗯我就能看到这儿。哦，看到这儿，我知道，拉一半了，还可以，不错。对，我下边看不见。整个的时机还是不错的，不错不错不错。谢谢。嗯。
你现在的谱子是发到手机上来，什么时间能打印出来？对呀、啊，就是课前发的话吧，我们就可以打印了，自己在家就可以。我下星期给你们多发几页。好的，辛苦了，咱们因为是第一次嘛。对、啊，我下课了，给你们一口气发20页。那可以。这本书，但是在这儿可能买不到吧？买不到。我是网上买的。就在这儿买得到，但是你现在网购一个月太慢了。在就在加拿大网购就可以能买到。能买到，我是网购买的，我是淘宝上买的还是？那淘宝能给你运加拿大来吗？淘宝上可以寄啊，现在有一个 Super Buy 可以寄了。哦。现在我都看到的只有你们两个，其他的我也看不到视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手里面没有人，没有二胡，没有书。老师，老师，我今天第一次过来看你们啦。可是我下个星期就会有二胡了。好，又有一个。我是真正的小白，真正的小白，连二胡都没有的小白。我首先也想买个二胡，但我不知道在哪能买到。你在蒙特利尔吗？在魁北克。在魁北克，你有那里有 Chinatown 吗？没有。啊，你这样，你网上搜一下，中国乐器，然后呢，在网上买是吧？你在魁北克，应该蒙特利尔应该就有。蒙特利尔有是吧？不用蒙特利尔，蒙特利尔就有。蒙特利尔唐人街会有吗？唐人街不一定有那个中国乐器，回头我要找一下，我找一下把那个网站发给你。好的。那一般要是有多伦多一定有，我知道。在网上买一般多长时间能拿到？最好就在你附近嘛，你蒙特利尔就买，开车过去蒙特利尔去买。就是这是最快的应该是。对。到唐人街找是吧？唐人街不一定有，就是它是乐器店，华那个乐民乐乐器店。多伦多就是一家。你在网上买二手的就可以。就是那得知道哪个网站，哪个网站？就是我的小白也没必要非得买个一手的，反正只要有一个就去跟着学就行。刚刚我还收到一个多伦多琴行的一个广告，马上发给你们。好的。在网上问别人，有的人他家里有放在那儿没有用的，因为我也觉得家里。现在。就只缺一个电视机的，电视机多先子也有人陪我去买，把电视机买回来之后，我就再去把有线电视开通，那我就是自己好多了。今天我趁中午付了一个运费，带了好多生完生菜，所以我就把小冰箱拿过来的。我那小冰箱很好用。这样吧，我就跟你听听一下。我谁都不是，我知道一个是大家见了面，完了之后咱们互相了解一下。我不喊那有人来，我让人家帮我把。大妈，你在打电话吗？能听见吗？刚才没听清，刚才好像是比较杂声音，刚才没听清。啊，对。那老师静音吧。大家都不要吭声，就是听老师讲。好的。是第一次，好多个学生啊，可能是连二胡都没有，教材也没有。第一次，咱们都互相先了解一下，咱们用哪个教材？二胡呢？你赶快准备，想练的话必须得有二胡，没二胡是绝对不行的。教材吧，这个黄老师可能是能用谱子都发到我们的群里边，可以自己打印出来，这个好办。但是首先当务之急，赶快把二胡弄到手里边。咱们是第一次，完了之后呢，我想有个个人的想法，不知道说出来大家怎么样。我是拉二胡、拉管胡、拉曲胡，还有河南的坠胡。我现在的是我手里边呢有我过去就是过去拿的，有的有伴奏，有的没有伴奏。我现在手里边有伴奏的，我想分享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你先听一下。其实听也是一种学习，你看怎么样？
这是曾经我拿的，但是有带伴奏的，是河南的曲阜拿的，用河南的乐调的音乐旋律写的。这个曲子还演出还是不错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挺好。就说大家乐意不乐意听一下？好、啊。我找一下啊。好的。这个配的有伴奏，我拿的旋律不错，我感觉是不错的，因为每次演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是把声音调一下啊。能听见吗？能。能听见。好，听吧。这是我曾经拿的。大家想听不想啊？我就随大溜了，反正我是小白。能听见吗？我能听见。老师给我们拉一段听听吧。对呀、啊。好。对，拉得好。老师现场拉一段吧。老师是随手就来。能听见吧？可以。好，我先拉三把。
还拿吧。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能听见吧？能听见，很好。能听到，能听到，非常好。质量很好，质量很好，非常很好，非常好，非常好。小白要学多久才能最会拉呢？嗯，如果你认真学的话，每天你能保证在一两个小时以上吧，你得三年以上。每天一两个小时啊？对。这一天一共只有24小时。所以搞这一行的，我当初练琴的时间，每天都练8到10个小时。哦，太难了。这必须得练，必须得练。我每天只能练15分钟。15分钟。啊。但是你每天能坚持15分钟，一年360天也不少啊。100个小时一个听，一年100个小时，拿100年能够成专家。你只要能坚持住，每天你能坚持15分钟也行。咱们是几点？我看几点啊？8:53。你们那是9点钟，是不是还有其他课呀？是的，好像是。哦，那咱就这样啊，因为咱们是今天第一次嘛，互相了解一下。没琴的话，你赶快准备一下。谱子没问题，谱子你可以发到你的群里边之后，你可以直接都可以打印出来，这个没问题。但是你怎么说你没琴，没法练呢？没钱肯定是没法练，没钱跟你该说没法练。咱们就从第一条的第一段一点一点的来，只有这样，其他没办法。你这个其实我们说老师其实就这教你个方法，教你个怎么的，教你方法，教你个经验，其实最主要的是个人去练。方法教完之后你必须得练。那要没有那么多时间练的话，那还真是学不了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好多事情，好多事情。你能抽出来10分钟、20分钟也行啊。要不然大家有兴趣，我们在一个星期什么时候再抽一个集体一起练的时间怎么样？那你们水平高。就是在你们华老师讲的那些几个曲，就是那个曲子，简单的曲子，大家一起练，这也逼着大家有时间。就是现在先找到琴，我是得先找到琴，没有琴。我给你们发了一个。我给大家发了一个多伦多的一个琴行，叫五月琴行。我在那里面买过乐器，他应该可以寄的。多伦多寄嘛，应该也不是太慢。第二个呢，还看到我给你们发了一个这个胡琴呢，也可以在亚马逊上买。但是我对亚马逊的琴不是特别感冒，因为不一定质量不没有保证嘛。一把琴呢，如果是。这个看看啊，这个大概价格，大概学生群小学生的群一般300加元左右，但是如果你要质量好一点，将来你也想一直拉下去的，可能在1000加元左右的，应该说就可以了。华老师是吧？嗯，是的，300加元是合人民币多少钱呢？人民币大概1200人民币。然后如果你要中国买呢，质量好一点，大概是在3000到6000左右吧，就是可以作为学生琴拉了。然后3000以下的琴就质量不是特别好。对，没错。哇，你的这是人民币哦，这是人民币。就是这。我是只要能拉的就可以了。这是真正的小白。拉的话300加元你买的拉的玩玩可以。就是要求不高，就是想体验体验二胡。
看看这，我一直是喜欢二胡的，喜欢二胡，从来也没有机会学。那么好的机会现在，好了，对，跟着学吧，就是。嗯，就是我去，赶紧找找二胡，就我看到这有，我已经打开这个看了，这有一个有280的，有400的，然后有500的，有750的。再看看它的运费。运费，得点进去才能看到运费，差不多。你可以 eBay 上有，你看 eBay 上找有一个多伦多有一个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卖二胡，他把卖的放在那个 eBay 上了，然后你找一下多伦多就行了。eBay 上也有，他是新的。eBay， 我看看这个二胡，看看这个，OK， 就刚才eBay 是也是另外一个网站是吧 ？eBay 呀、，eBay 就跟Amazon 差不多的网站。你找啊。看这有1000的，1600的，然后2000的，两三千以上的呢，他可能有时候就是噱头了，就是买的就是有收藏价值的。如果作为学生，你可能不是特别在乎，只要音响好就可以了，是吧？啊，这买个能玩的就行，能玩。我们现在听 P 来给我们来。没听清，刚才没听清。你赶快把钱买到手，我知道其他老师有的可能手里边也没钱。好像可能就在拿的那几位有琴，其他的可能都没有琴，有琴的就该亮相了。对，可能就是先进来听一听，了解一下。嗯，就是。慢慢来。学个什么东西那不是太容易的，但是呢你只要认真去练也没关系，都能练会。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今天可以二胡都可以拿到手里面，因为中国买二胡的地方太多了。这在这儿，它不是这儿的乐器，不是这儿的乐器，就在这儿不好找。对，是的。而且会拉二胡的人不多，在这儿会拉二胡的不多。一般别的琴玩，别的乐器玩的可能多一些，像钢琴啊什么玩的多一些。这二胡就，就玩的。你看啊，我查了一下 eBay， 你上 eBay 查二胡，然后查完了你那个选择地点加拿大。然后你找一个二胡，他就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一把二胡是那个79加元，35块运费，然后8月28号可以到。8月28号。那个华老师啊，华老师，今天这个咱们二胡学习就到这边嘛，大家还都准备，再准备，有些有没有了再准备一下。下周还是这个时间，8点到9点。好，那个KGG上的很便宜。KGG 的。好，谢谢黄老师，谢谢黄老师，辛苦。对，KGG 上的那个二手。反正只要能玩行，二手的特别是不能玩的，别是坏的。那我看那个小曹上来了吧？谁？上来了，小曹上来了。小曹上来了，上来那个戏曲沙龙开始，开始吧。